我那儿还有条小道噶。This is the background of Nanchang. 这是和你们两个，你们可以走那条路吗？不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护你们。要求你在后头跟着，人家戴眼镜啥子身材嘛，都要你过。就是你去跟他们拼搏下来，我就过得好。我会把他抱着你跑。Oh, see that? That's Nanchang. 高平区在哪去？高平，高其实高平区哦，家里去的。我只看到你不敢，家里去跳下来，跳下来是高平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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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开始在那个原来的旧家头了噻。你要多少钱？我走多少钱？我待了两个月，然后转过来。小熊在哪个班？他在等班。上不上班？啊。不好意思，去四十多也没见。那边是那种房子的那种。哎，你是跟他刘娜一班的噶？哪个？你是跟他刘娜吗？是跟他去双井房？你那个啥么子的名字是？刘吉祥。我还没看清楚啊，那啥东西？趴过去的，那个东西叫胃痛。那么，就像楼下踢了。